他说：“哎，这个东西是不会上瘾的，你可以试看看。”观察乐界出来的那一天，接我的不是家人，是药头。成瘾是慢性疾病，是要长期的治疗。是未成年跟二十出头就开始碰这个新兴毒品。陈旭会用什么方法教你不要去碰毒品？他是真的把你的生命去做了一些改变啊。